讲噶，咁你选择得同人哋一齐，仲有咩要隐瞒呢？我有病嘅，从来都唔敢谂爱情，直至遇到佢。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一样噶，对爱情梗系有幻想，只不过我哋有啲人比另一啲人更加敏感，更加强烈。 而家同你嘅关系根本就互动唔到落去，同精神病人喺埋一齐唔系一件简单嘅事。你唔系话一定要做 CP 嘅？你拍翻拖咩？你系咪后悔同我一齐啊？你好红啊！个问题嗰个系我啊！